今晚系有主将粒神同埋施洪章咧，系受伤而倦勤，唔能够出赛，所以实力方面咧系少少嘅影响。不过今晚可以话系南华喺对精工同埋保路华之前嘅一场嘅试金石，亦都系信心嘅保证。双方为咗前途咧，肯定系要努力噶啦。好啦，我哋一齐睇下呢场嘅比赛啊！着白衫白裤嗰队咧就系圆圆，咁啊红色啊嗰队咧就系南华。咁而家南华啦，进攻加拿冇人玩逼佢啊！俾佢送咗出嚟中間，但可惜咧呢個波咧係俾沃特咧係將個波咧接住嘅，呢、這個咧就係拉南啦，亦都係咧呢個咧南華嘅箭頭啊，余建德冇人埋去接應啊，益曬咧呢個彭錦全。咁由於啊呢個南華咧有兩名主將咧受傷，一個咧就係粒神，一個咧就係呢個施洪章，咁所以咧保入陳國樂咧同埋呢個彭錦全嘅。拉南喺右邊右線嚟喎。何嘉士送咗出嚟中间啦，何嘉一逼埋，但好在咧陈世九快一步啊，系快何嘉一步咧将个波咧系踢咗出去底线嘅，呢个咧就是何嘉啦。个圆圆嘅后备球员同埋教练卢德权啊，相当之紧张，因为而家现时咧仲系打成0-0。美奥余建德，美奥送到出嚟，你系有机啦，扣埋呢个咧陈世光，但系我识佢呢个波贪功得滞啦。自己咧想话咧系笠个波埋，想话笠死咧呢个盛伟廉嘅，已经扣空晒噶。佢送出嚟中间就有啲机会，因为门前咧已经有梁林仁啦，同埋咧韦夫企喺度嘅。但可惜佢系自己射咗，系糟蹋咗一个赢波嘅机会。韦夫，美奥，哎呀，呢、這个波罗德辉咧以为个波冇用啊，所以咧余杰德抌咗嚟，未冇得射，又俾咧呢个咧系刘锡奇咧三出。最後呢、這個梁麗瑩一射埋嘅時間呢係射高咗嘅，陳國樂和彭錦全呢上嚟呢助攻啦，陳炳安呢埋逼住佢，拉拿推過咗呢、這個呢係韋夫衝得出嚟，中間好佳一度一頂兩碗啊，1-0，好靚啊！呢、這個波何嘉攝個位同埋拉南送出嚟嘅落點，好靚！大家咧配合得天衣無縫啊！啱啱車六碼點嗰度頂入去，呢個拉南咧送出嚟個波啦，啊再睇睇啦，佢斬出嚟咧，啱啱先何嘉咧就已經到啦，沃特咧可以講得望球輕嘆啊！1-0，上半場嘅39分鐘，追罰啦呢個南華。右边啦，系逼得一个咧自由球嘅，得梁能人点样斩埋去啦？一斩埋去啊，俾我顶到啊！但系我先个波冇乜力啊，一弹地咧就俾咧呢个郑伟贤咧系飞身咧将佢擒翻落嚟。佢上半场咧打完啦，南华暂时以1-0咧系占先嘅，而家已经系下半场嘅赛事。韦夫、陈世邦逼住佢，足之咧将个波咧逼到佢出底线嘅。咪圆圆啊！呢、這个右边得个角球，梁能人，咁啊梁能人开啲角球咧，应该好靓噶。美奥顶唔到，罗渣士一抽，但可惜呢个波咧系抽高咗嘅。个罗渣士上到嚟咧助攻啦，但可惜佢左脚抽高咗。彭锦全，罗渣士俾冯志明一甩咗，睇系咪弹中啦？佢条马送翻出嚟，中间有机会啦，拉篮一扣。我就转唔到身啦，而家先揾到呢个何佳，陈国乐特登扭过嚟啊，冯志明射啊，嗱我先冯志明一斩埋去咧，呢、這个波又好似传又似，传非传又似，射非射咁样，足之个波咧系斩出去底线嘅，咁冯志明都几怒气呢个波，佢以为咧后边咧有人咧上嚟帮佢噶，佢都有顶到啦，嗱我先顶啊顶到啦，俾罗德辉咧扼住佢，个波亦都冇乜力。咁足之啊！呢个主边啊出界啊！咁啊，圆圆嘅领队梁子明、余建德，又俾咧呢个陈世邦咧掠甩咗佢。咁啊，南华赢咗波嘅气势咧，明显唔同啦。何佳，仲有哎呀，唔俾南华唔到啊！呢何佳送翻出嚟中间啦，睇有冇机会拉落，睇
因為咧喺贏一比零嘅時間就拉籃斬俾何佳，咁呢個波就何佳俾翻拉籃，就一人射一件，暫時以二比零佔先。佢入座成6000多嘅球迷啊，相當之高興啊！咁尤其是嗰啲擁籃等啊，睇何佳睇到拉籃啩，李空啊，送俾你咯，咁就將個波咧係送咗入去啦，呢、這個龍門裏面啦。下半場嘅34分鐘。南華換人喎，陳華偉咧入替咧，呢個咧係陳國樂嘅，佢亦都可以講得係陳華偉本屆嘅第一次嘅上陣啦。余建德，咁余遠睇有冇辦法咧，係追成接近嘅記錄或者扳成平手，獲得分係頂高咗噶啦。余國傑轉唔到身啦，再俾梁瑞榮一射，嗱我知啦，射高咗嘅。咁余國傑咧喺下半場咧入替受傷嘅劉榮業嘅。梁能人在右边看这个鱼丸开出这个角球了。陈炳安一抽后，梁瑞明拉脚何嘉士一抽，这个球是挂网的，是追成接近的记录。但可惜时间已经到了，鱼丸终于以1-2是输了给这个南华的。在赛后我们访问这个南华入第一球的功臣是何佳的。